好呀。在这一千名的中心团新成员对即将到来的入住有什么想要说的呢？很期待，很期待。因为听说这次要动脑筋，还是有点紧张，但是还是很期待。反正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喂，现在吗？好，这就来。3月3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，古都西安我们来了，以星星之名赴山海之约，西安宝藏之旅又会遇见多少精彩的故事呢？追星星的人一定要看哦。